Come here. 佳呀，听老爸说，龙虎武士靠动作决定圈里的地位，你不是一匹普通的马。哎哎，好了好了，起来了起来了，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。放下！嗯，赤兔要当龙虎武士了，没有退缩，没有胆怯，来。 我们在训练他第二个动作。不，我怕你跟屁股。哎，哦，你死定。比心。大哥，咱们一起拍戏吧，我的戏。